主料，搓子蟹两只，辅料，姜、葱、酱油、香醋、大蒜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备料梭子蟹、姜、蒜。梭子蟹刷洗干净备用，锅里加清水，下葱下姜丝，上蒸格，再将刷洗好的蟹摆在蒸格上，先小火煮至蟹不动，再转大火蒸至蟹熟透即可，最后再用香醋、姜、蒜调成酱汁，这样子一份葱姜蒸蟹就完成了。烹饪技巧，蒸蟹的时候刚开始蒸一定要小火，要不然蟹脚就要全掉下来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